同志们，情况紧急，国民党的部队正在调兵遣将，企图夺回平阳。团长命令我们连集合待命，随时准备奔赴前线和敌人决战。现在给大家发枪，我们的武器比不了国民党军队，但决定输赢的是人，不是武器。8年抗战，那个时候我们的装备比现在差得远了，可我们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日本鬼子。今天我们同样可以打败国民党反动派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发枪。我有话说，我有话说。于世山，要干什么？跪地。姓丁的，我想问我这帮弟兄们几句话，只要他们能答得上来，老子扛枪跟你走。你又不是连长，你要问什么话？让他说。弟兄们，我于承山今天想问你们几句话。我希望大家能拍着良心告诉我，行不行？行。那好，我就问这第一句，咱们大家伙都他娘的是不是爷们儿？是。那肯定不是爷们儿，谁能站在这儿早他娘的给人打没话去了。行，麻子兄弟说了，咱们个儿顶个儿都是爷们儿，那我就问这第二句，是爷们儿你们讲不讲义气？讲。于大哥，我杜麻子讲不讲义气您最清楚，当年滇缅会战，老子一个人掩护全排撤退，肠子都打出来了，我知过一声吗？啊，就是谁不讲义气谁就不得好死。对对，大伙都是爷们儿，大伙都讲义气，那老子再问这第三句，如果说咱们扛上枪，如果说咱们上了战场，对过就是撂豹子撂驴场，你们他娘的开枪还是不开枪？不开枪。于承山，你扰乱军心，你找死。姓丁的，你别跟我咋呼，我告诉你，如果换了是别人，我拎枪跟你走，上了战场老子要皱一皱眉头，我就不是人养的。可是现在呢，你让我拿上枪打45旅，让我打那帮老兄弟，这仗我打不了。再说一句我看看，枪在你手上，后背老子留给你，想开枪你就开枪吧。嘎子，走。走。要杀要剐随便你。站住，让他们走，他说的是实话，真把他们拉上去仗也打不好。孟连长，这仗我也不能打，这才被俘10几天就干老部队，我下不去手。我也下不了手。什么？李座，蒋山的共军至今没有回撤平阳城的迹象。你给我接12团的周孝汉。12团，周孝汉，12团。喂，我是廖高轩，命令你部
立刻做好攻击准备，趁虚夺回平阳城。总命令，一营坚持正面，二营三营分别攻击两翼，敌军必然顾此失彼，我们来个全面开化，行动。是。是，我明白，团长放心，我李治守不住平阳城，我就把自己的脑袋揪下来当炮彩。给老子听好了，咱们营就算全拼光了，也得守住平阳城。是是。还真打呀？啊？不怕找死啊？给师部发电报，35团、38团向后靠拢。是。还没说完呢，等会儿。没了，去吧。是。廖高泉，我告诉你，我非得把你钉死在平阳城。耗子，你冷静点，这种没把握的战争我们不能打。冷静，我能冷静下来吗？你冷静一个试试，敌人都逼到家门口了。赶紧把小云山二营三营调回来呀。调回来，这不就随了廖高轩的愿了吗？给他长脸，他不就是想逼着我放走那些偷袭的玩意儿？我们不能因小失大呀，万一有个闪失，这平阳城就危险了。报告团长，你俩干啥来了？邱兴文的。报告团长，邱兴文说他病了。病了？娘的，这孬种！你吹个头丧什么气啊？团长，我们连的俘虏兵不愿意打这。啊！当兵都不打仗，白给饭吃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你这是违抗军令，你耽误作战啊！这是，你这都是杀头的重罪，你不要命啊！嘎子，老子问你，老子于承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反正你天不怕地不怕。你是挺邪乎的，你又犯迷糊了。老子是个好人，不是坏人，是好人。好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是好人，你帮我挡了多少枪子，在滇缅没你我死多少回了，我知道。老子这么多年，丁是丁，卯是卯，恩怨分明。他姓王的重情义，够意思，我承担的情债没问题。可是他让我干啥呀？他让我拿着枪对着45旅。45旅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正八了贺老七、豹子旅长，那是咱们过命的兄弟，这事儿他能干吗？老子死都不会干。那你说，那他王团长真枪毙你怎么办？枪毙就枪毙，老子怕他。完了，我觉着吧，他不会。为啥？我就觉着这姓王的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爷们儿，他要换成是我，他跟老子一样绝。行啊，于承山，你个熊玩意儿，这个时候给老子上眼药，老子给你穿小鞋。老子，这新兵连还没完成整训，俘虏兵又顾虑重重，你现在就带他们去打硬仗，你放心了，你应该好好考虑考虑。让二营三营回报平阳。是。班长，那于承山怎么处理？于承山，像这样的反动死硬分子就应该立即枪毙，最差要关他2月禁闭。要枪毙早毙了，还等现在？让他去炊事班削土豆。李总，共军撤了。命令周孝汉马上停止行动，原地待命。李总，既然我们拉开了架势，就这样收兵啊？只知道打仗，太不关心局势了。现在国共谈判是关键时刻了，这个仗能不大打就不大打，以免被共军抓住把柄。
老真撤了。迎宾，是这人。奶奶的！弟兄们，是自己人来接应我们的。走，走。哎，咱们堵截部队的，怎么让这帮兔崽子逃了呢？多的血在这个地方，我没有办法再给你输血了。阿和大夫，谢谢你给我输血，要不然我早就死了。以前是我错怪了你，为此还连累你被抓，对不起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是因为听到你说这样的话很高兴。其实只要能救你，我就觉得自己身上的罪孽又少了一点。这里不能待，我必须马上离开。你等等，你等等。一直追到小云山前，眼睁睁看着那帮兔崽子被人接应走了。嗯，团长，没事，咬舌头了。接着说，在逃跑的敌人里没有发现百合大夫和曹根儿，我怀疑百合大夫和曹根儿是不是被杀害了？不会，百合有可能，曹根是四十五旅的人，方干事正带人找着呢。仔细找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去吧。百合，百合大夫，百合，百合，百合大夫，百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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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曹根，可以吗？行吧。我可以。啊！当心！行吗？我可以，就是一定要把你带出去，带出去。坚持。啊，丁科长。嗯，洗衣服呢？哦，这么多衣服。有我的，还有我们排于大哥的。狗日他自己不会洗衣服啊？不是。我们是换着洗，下次就是他给我洗，我们都是。那帮你洗，那哪成啊？你是班长，你紧张个啥？
不是紧张，我这不没见过您笑吗？您笑起来比凶还吓人。哎，土嘎，枪法不赖啊！我瞎蒙的。谦虚啥？瞎蒙哪有蒙那么准呢？哎呀，俺看着你啊，俺就想起俺弟弟。俺弟弟年龄跟你差不多，个头也差不多。打平阳之前，俺们李政委还说呢，要把俺弟弟送到根据地的学校去，好好学学文化。说没就没了。那您后来查出来是谁打死他了吗？俺这些日子就想啊，想以前那些事儿。俺弟弟特别老实，喜欢跟着俺屁股后转悠。俺那个时候特别爱打架，爱惹事儿。俺弟弟又陪着俺一起挨揍，一起被人打。算了，不说了。俺弟弟要活着，肯定能和你成朋友。你少给我兄弟跳近乎啊！咋了？过来，哥他。啥咋了？土嘎是我兄弟啊！你别拉拢老子的人，屁话。土嘎是俺的战友，是俺的同志。俺警告你，别把国民党反动派那套拉帮结伙的东西带到俺们八路军的队伍里来。你别给我胡咧咧了。嘎子跟了老子这么多年，枪林弹雨，同生共死，你算老几啊？俺是他的班长，他是俺的兵。俺跟他谈心，你叫的名字劲啊！哟，哟，班长，你班长算个蛋呀！老子在这边还排长呢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想把嘎子从我身边带走，你一枪崩了我，来啊！你来啊！嘎子，衣服洗好了。自己亮。不是，哥，看着挺老实的，话长的不少呢。大哥，别怕，天塌下来老子给你顶着。不是那意思，我是说，这丁班长他不像是坏人。你告诉他，他弟弟是被你打死的，你试试。你小子就犯迷糊呢，他套近乎呢，你不知道吗？不能啊！咱八路军从小到大，从弱到强，靠的就是政治思想工作。要有耐心，要坚持不懈，不能指望帮忙洗件衣服，问题就解决了。连长，俺都赔了笑脸了，你还要俺咋样？就连土嘎都说俺笑比哭还难看。这就证明了你那笑脸是装出来，不成心呢。连长，俺恳求你，把俺调回老连队，这帮老油子俘虏兵俺带不了。少跟我磨叽，该讲的道理我都跟你讲了，有本事你就给我带一队好兵出来让我瞧瞧。草根，来吃点果子。谢谢。走出这条山沟，我们就到钱家庄了。百合大夫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呢？八路军真那么好吗？我刚被俘的时候也这样问自己，但是在八路军的根据地，我看到的是欣欣向荣的景象，百姓丰衣足食，人人平等，共产党的干部
克己奉公，亲民廉洁，从不为自己谋私利。我觉得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就有希望了。曹根，国民党怎么样？怎么说呢，你知道国军中大多数中下级军官是怎么提拔的吗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委任状，明码实价，连级多少钱，营级多少钱。中国的国民政府真的是已经腐朽不堪。那你为什么还要帮着他们打八路军？团长，政委，政委，怎么回事？草根和百合大夫还是没找到。什么？没找到？这损失可太大了。单说这百合大夫，那可是咱们鲁南分区的一个典型啊。分区首长多次指示我们要保护好百合大夫。你们还戳着干啥？再找去啊。Thank you.
快走。1945年10月10日，重庆谈判结束，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、民主、团结的建国方针，并主动让出8个解放区及中原部分地区，充分表示了和平的诚意。各位，国防部电令我旅立刻接管平阳城及周边地区，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。啊，让出平阳城？这是分区首长的命令，必须执行。志文，你没听错吧？你这么重要事情我能听错吗？叔，不让，王北峰不让。打平阳多难呐，牺牲了多少兄弟，一枪不发就把城让出去，凭什么？丢人。对，不能让。平阳城进可攻，退可守，丢了就被动了。我们三营打平阳伤亡过半，现在一声不吭就让我们退，我们怎么面对牺牲的战士？团长，我看咱们就干脆赖着不动。对，就赖着不动。各部进入指定位置之后立刻做好攻击准备，没有命令谁也不许擅自行动。如果共军老老实实地交出平阳城，我看我们没必要大动干戈。吕座，楚慕云以前曾和共军在苏皖交过手，共党素来出尔反尔，不讲信义，万万不能相信他们的鬼话呀。我建议立刻攻击，以武力解决。楚某愿意打头阵。吕座，双十协定才刚刚公布，局势瞩目，周某认为我们最好不要打第一枪，以致骂名。什么骂名不骂名，不过是个人荣辱而已。为了党国大业，我楚某甘愿当这出头鸟。你闭嘴。如果共产党遵守协定的话，我廖高轩是不愿意打这个内战的。你都嚷什么？你让不让我说话了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是党中央的战略部署。胖子，你不要光看着眼前这点既得利益。党中央毛主席让出了所有南方的根据地，就是因为我们的根据地过于分散，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，特别是地处交通要道的小根据地，敌人更是要抢要夺。与其这样，我们还不如暂时放弃局部利益，把五指收拢，形成一个拳头，然后再狠狠地打击敌人。大家都叫我王耙子，以前都是我耙人家的东西，今天让人家倒打了一耙。一枪不发，我呢？给我接周少汉和楚慕云，命令他们严密注视共军的动向。三九战撤了，咱36团在鲁南可从没吃过亏啊！啊，你想拼命留着，拼命吧！我，团长，这不难为人吗？我告诉你，有意见找总部首长提去。师长刚挨完骂回来，往那边，快点，快点！去，这叫什么事儿？他娘的！要打就打。跟共军还讲什么礼节？报告吕座，共军正撤出平阳城。走，我们去送送他们。
白薯还没削完，又要磨面，老子又不是驴。小张，我给你借了头驴，你自己套吧，快点啊，晚上蒸馒头还等着用呢。出大事了！我咋了？八路军撤出平阳城了。说啥呢？再跟我说一遍。八路军撤出平阳城了，一枪都没开，直接让给45旅的。好事儿啊，嘎子！你想想啊，八路他是怕了。我分析啊，八路准备向45旅投诚，多好啊！咱这回不用怕了，咱大摇大摆可以回家了，对吧？哎呀，哥。我觉得不像你，不，你觉得啥？你觉得，你懂啥呀？你觉得不像你，驴呢？哎，我驴呢？出去。我驴呢？别跑了你！哥子，你看啊，这驴都知道回家。别吵了，咱也准备回家。哎，老李，喝酒啊？哎呀，你少喝点吧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哎呀，我说胖子，你放心，这平阳城早晚咱们得夺回来，当务之急是壮大咱们自己。两位稍等。报告，进来。团长、政委，曹根和百合大夫来了。曹根来了，我过去看看。曹根，伤好了。报告政委，好多了。你看，哎，小心一点。曹根，百合大夫，你们回来了。敬礼。这个礼。是我代表36团欢迎你们，这个礼是李政委代表36团欢迎你们。团长，您咋还亲自给我敬礼了呢？那我应该给您磕头了。哎，咱们这儿不行，这个大学生会开玩笑了。啊，坐，坐。上！哎呀，我说傻大个儿啊！今天就让老子好好教教你什么叫拼刺刀。来，没想到八路军的训练这么有气势啊。王团长的36团是整个鲁南分区最厉害的部队。二班怎么？不是我王爬子吹牛，我们36团的兵打仗都嗷嗷叫的。哎，就是缺像你这样有文化的人呐、啊。团长，你们还有这么好的炮啊？养活小鬼子的，自打搬回来就成摆设了，没人懂。这个呢，
是鬼子92式山炮，口径70毫米，重量呢212公斤，最大射程2788米。它的特点是轻便，易于拆装，方便于山地作战。主要装备于野战师团的炮兵连队。科长，等下有时间我也教教他们操炮如何？赢啊！你个大秀才，你还懂操炮呢你？哎呀，看来这个宝贝儿我没白爬。科长您过奖了。我也就是多读了几年书，上了几天炮兵速成班而已。哎，那就不一样，就像老虎长了翅膀，能当龙使。哟，这不是咱于大厨吗？改当拉磨驴了。你是来看老子笑话的吧？老子愿意拉磨，咋的？行了，咱俩别斗嘴了。哎，这回来是想跟你学习的。你说啥？我没听见呀。哎，那你说，你咋样才肯教俺？俺想向你讨教两句。你想讨教就讨教，你想学我还不定教你呢。哎，那你说，你咋样才肯教俺？喂，咋了？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拉磨比打仗累多了。哎呦，我这腰。行，俺知道，你就是想让俺帮你拉磨吧，成。哎，说好了啊，俺帮你拉磨，你得教俺。赶紧拉，别废话。小大个儿，想我学啥？俺想学拼刺刀。拼刺刀是你们土八路的说，在我们国军那叫刺杀术。刺杀术啊？俺没听说过。刺杀术最粗浅的入门功夫，那叫听风辨位。现在机会来了，看见没？那边有一个眼罩，你把眼睛蒙上，然后你推着这磨盘啊，走起来。我给你任何的声音，你要分辨，这个声音从哪儿来的，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？哎，糊弄谁呢？那个是给驴用的蒙眼布，你把俺当驴呢？给驴蒙眼咋的了？得了吧，你糊弄俺了。学东西啊，就得受苦。你要是不想学，算了，学，蒙上吧。岁月起伏，那枚空荡壳。